各位分支戀人的朋友，你們好。首先我要多謝大會邀請我們出席今次的活動，我是美爾珠寶的 Hody。 我們公司是專門提供足金金器的租用的服務的，除了一系列大眾化的產品好像龍鳳大花鏈之外，我們公司也有一些比較特別的產品以供客人選擇，就好像足金頭飾和後冠，同時間也有一些一系列的鑽飾和珍珠的產品的。其實我們都希望可以帶一個訊息給大家，除了金器是可以買之外，租都可以對你來說是一個另一個選擇，不需要太大的花費，也都可以擁有一個既有體面和既有氣派的婚禮。今天呢，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租用金器的流程是怎样，以及一般要留意的事情。因为呢这一行呢可能对大家朋友来说都是一个比较新兴的行业。租期呢通常都是为三日两夜的，除了租金的价钱之外，我们就会有个按金收费的，就会以当日的息金牌价作收按金的指标。如果假设一对新人呢，他选了一对二两重的龙凤额，而当日息金牌价是18000的话，咁36000咧就會係一個按金收費啦。咁我就會用信用卡啦，就留起個信貸額。咁用完嘅時候咧，咁我就會將個信貸額解翻出嚟啦。咁我做法咧就好似酒店刮卡留房嘅情況咧，一模一樣，是很方便的。可能呢有些新人都會擔心，如果我租多幾對額，要20-30萬，我一張卡沒有那麼多 credit limit， 那怎麼辦啊？其實你們都不需要擔心的，因為呢只需要你們有足夠的信貸額，可能就算你給10張信用卡我都好，我們都可以提供到這個服務的。可能有些新人都會擔心，金器始終都遠的，如果粒了花了那些那怎麼辦啊？其實這件事其實大家真的要小心一點啦，要搞清楚这些细则。好像我们公司，以我们公司为例啦，因为我们公司是有自己的工场的，所以如果一般粒了花了又或者一条今年粒了只猪猪断了都好啦，我们都不会有任何的赔偿的。直现时为止啦，我们的赔偿率都是零的，希望仍然可以将这个好的 record 继续 keep 住下去咯。我们今天分享的东西就大致上去到这么多啦。如果大家想有进一步的了解啦，或者想知道更多咧，我哋好欢迎你哋随时打电话俾我哋咨询噶。咁电话号码就系23897177。咁我系 Hody 啦，我哋随时欢迎你哋打嚟我哋美爾珠寶。咁我哋好欢迎可以答你哋嘅任何问题啊！多谢晒，拜拜。